台下。非常非常好看的，而且还挺华丽的。我们请到一般传统服饰，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比较偏华丽的设计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个就是尴尬的点，就是对我这种插兜就是呼吸的人来说，就没办法插兜，好像就不是减速了。但是我们就去开始我们的泰国旅程 ，Let's go。其实它这个是楼梯，就是它这个楼梯真的非常非常的陡啊！天哪，我都只敢这样子一格一格的走了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高，因为我手里拿的东西。Thank you.
素的一种，最近还没有多吃一些。要说有哪些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话，因为他每道菜看起来都非常非常好吃的，所以还是想请主办方老师给我推荐一些菜。然后我可能想到就是吃一些蘸菜或吃一些鱼啊什么的，还不错。这个蛋饼我之前有一次来吃过，就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吃。但是像这种家常菜呢，它也是比较看餐厅厨师的一个水平，我们看到底怎么样。国内耳熟能详的一个牌子。
坐下。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美的城市，然后如果可以坐上摩天轮来看一看的话，肯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一个 VIP， 你看这里它会有一些零食和饮料，当然不会出行，因为它是一个景点。他的把事就刚好到，等了几年的人被承诺的有一天好笑，牵手我更换线路该怎么选才好呢？而有人刚出生就有人为他备好跑车，跑车经过我身旁听呼啸的声浪。没想到我马上就要在国外去办自己的一个个人演出，之前在澳洲的时候也办过，然后这次在泰国再办一次，非常非常激动。知道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的外国友人来看，泰国的朋友来看，因为澳洲场的话其实主要还是留学生，要演给外国人看的话肯定是要非常非常努力的。你们都知道我们一般在外边的时候呢就肯定想演好，因为自己丢脸不是吗？我们要加油啊。26号的演出见，今天的玩耍就到此。